心经，
经心事，色与受想行识。当今世上56亿7000万人中，只有极其少数的人士得到生命最高真理的觉悟者，我们称他为佛。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姑且称之为彼岸。而剩下的大多数错看生命实相，活在颠倒梦想世界里的众生，他们所处的世界，我们姑且称它为此岸。活在此岸的平凡人们，他们有主观上的我，他们处在任何时空，就像一根针掉进一桶水一样，永远保持着自我，不肯融入时空的水中。有我，就有与时空对比出来的好坏贵贱，有了我，就有他们。他透过他自己的辨识工具，眼、耳、鼻、舌、身、意，接收到了外在世界所学回来的资讯、色、声、香、味、触、法。于是，这些资料进入了他的内心世界里。资讯传进人的大脑后，先存入资料中心，并进行比对，用原本存有的资料与新资讯比对，并加上自己一直在改变的感情标准进行分析、推理、决策，最后发出行为的指令：口行、身行、意行。而这些内心所产生的反应与行为作用，也因而造成了结果。这个会因外在而起变化的内心世界，就叫做受想行识。而内心世界以外的所有外在世界，包含自己的肉身，就叫做色。外在世界的色与内心世界的受想行识可称为五蕴。众生处在有我有对象的相对世界里，于是就有大小、有美丑、有顺逆的分别心。他们处在这种把自己独立起来与时空对立的生活态度，我们称它为活在于色境。空。而活在彼岸的觉悟者们，他们活在世界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们活在任何空间，就无我地把自己融入那个空间。他们活在任何时间，就无我地把自己融入任何时间。热得过瘾，正好做日光浴。他观花时，我既是花，我既是香。他听雨时，我既是雨，我既是雨声。他生老病死时，我既是生，我既是老，我既是病，我既是死。他无我地消失了自己，对于外在世界的一切变化，他都能真诚地承认、面对、接受，并喜悦地仔细品尝任何一片时空。
他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态度，就像一粒盐融入一桶水一样。盐融入水，把自己化为亿万个分子。自己虽然消失了，但每一部分的水都有咸味。在时空的水桶里，再也找不到自己，而与整个时空融而为一。它像无量光一样布满整个空间，像无量寿一样布满整个时间。它的这种生活态度的境界，我们称之为空。色与空。如果世界是一片草原，每个人是一根小草，你自认为自己是一根小草，你就是活在此岸的色境。我是一根小草。如果你自认为你即是草原本身，那么你即是活在彼岸的空境。我就是草原。如果世界是一片大海，每个人是一滴海水，你自认为自己是一滴海水，你就是活在色境。我是大海中的一滴海水。如果你自认为自己即是大海本身，那么你即是活在空境。我即是大海。这个此岸与彼岸其实是同一个时空。好无聊，好清静。只是处于这时空中的人的态度不同，而活的境界有所不同。好吵，好好听。所以佛陀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个人处在任何时间空间时，要像一粒盐融入一桶水一样。一粒盐刚掉入一桶水时，有我，有水。我是一粒盐。当它融入于水之后，无我无水，消失了自己。无我的把自己融入时空的每一个部分。水的每一部分都有我，我即是水。把自己融入一桶水，你就拥有了整桶水；把自己融入所处的时空中，你就拥有了整片时空。大多数的人都老是背负着过去，期盼着将来，而没有活在现在。要做一个融入于当下的人，别当一个背负着过去与期盼着未来的奴隶啊！要像一艘随着时空而流的船啊。水到哪里，船就到哪里；船到哪里，人就到哪里；人到哪里，心就到哪里。跳脱无知道。上下四方叫做宇，从最近最近到最远最远，包含所有的空间，所以无尽无穷。古往今来叫做宙，从最初最初
到最后最后，包含所有的时间，所以无始无终。当观自在菩萨用无我的观点做最彻底深永的沉思时，他清澈地领悟到宇宙的一切一切都是一体的，没有任何东西能独立于宇宙之外。世间外在的一切物质、名利与自己内在的身心感受，也都是随时随地流变不定。人应该把自己化为无我，随时随地与所处的时空融为一体。这个整体性的观念与实践叫做空。当了解、体会、实践了这个空，把自己完全融入空之中，于是再也没有所谓的苦难、厄运，这些由自身所发出的偏取看法而产生的痛苦了。佛陀对他的学生舍利子说：舍利子啊，如果我们用自己的观点去看自身以外的所有对象，其实这些对象也同时是本体，本体也同时是对象啊。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独立于本体之外，包括你自己，包括你的心灵，包括你从心灵发出的感受，这些也都包含在这本体之内。这个本体我们姑且称它为空。一切你所看到的对象我们称它为色。如此一来，你就知道空跟色并不是两回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没有不同。人的感受、知觉、判断、意识、观念等一切精神作用也是如此，都涵盖在这个空里面。舍利子啊，一切事物、一切观感都是因为你站在自己的立场才产生的呀。所谓生、死、美、丑、多、少，都是以你的立场看才会有这种感受的呀。因此，你若不要有立场而能不拘任何观点去看事物，我观花时我即是花，我观蝶时我即是蝶，在任何时间就无我地把自己融入于任何时间，在任何空间就无我地把自己融入任何空间。我置身于水中，我即是水；我置身于鱼群时，我即是鱼。把自己化成亿万个分子，融入你所处的任何时空之中。这时候再也没有我，也没有宇宙、法相、时间、空间这些对象了，就像一粒盐融入一桶水一样。盐消失了，但水的每一部分都有咸味儿。进入没有盐也没有水，完完全全融入的境界，也就没有所谓自身的感受、知觉、判断、意识了。不惧自己的立场，用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心灵去侦测，就不会产生这些感官所看、所听、所闻、所尝、所触、所感受的一切偏取资讯。不站在生去看待死，不站在无
去想望有，没有偏取的观点，就不会产生各种差异的分别心。无所谓因，也无所谓因的形成，无所谓果，也就无所谓果的来不来临。生命的意义在于完全的融入，在于过程，而不在于目的。明白了这些，就不会再被老死的问题所困扰而痛苦忧心。人生的痛苦，发觉苦的原因，进行消除苦的修行治疗，而达到最后的无我无苦的境界，这四个阶段我们称之为苦、集、灭、道。当了解到生命的本质乃是生生不息、生死交替的变迁，融入生的过程，就不再有生、老、病、死的问题，也不再有所谓的苦、集、灭、道的问题了。能了解这个道理，看来很聪明，其实哪有何聪明之处呢？这个道理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而已，只是一般人迷惘看不到。能实践这个道理，看来像深有所获，其实哪有得到什么？这个道理原本如此，只是一般人不懂得取用。悟者们都想通了这些，清澈地看清一切事物原本的样子，他的心就豁然开朗，不再被偏取的错误观点所左右，舍弃自我，舍弃心灵所产生的差别，于是他不再有恐惧、渴望与幻想，不再活在颠倒错误的观念中，因为他知道这些错误的观点都是人自己站在一己之私的立场而产生的呀。因此他的心像一潭湖水，由浊而慢慢澄清，直达清澈平静，这就是彼岸。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悟者们，也都是依照这种能够达彼岸的智慧而得到最高的觉悟，摆脱了发自一己身心的偏曲看法与幻象，而直达彼岸。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到达彼岸的智慧是伟大的方法，是大彻大悟的方法，是至高无上的方法，是超绝无比的方法。它能消除一切因偏取看法而产生的妄想和痛苦，这个方法是真实的、可行的，每个人都可以采用，而因它达到彼岸。让我们为采用这方法走在半路上的悟者们唱首歌鼓励一下吧。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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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路中的同道啊，走在半途中的同道啊，走往彼岸的悟者们啊，走往彼岸的悟者们啊，走向彼岸，走向彼岸，登向彼岸，登向彼岸，哈哈哈哈，登上彼岸后多快乐啊，哈哈哈哈，登上了彼岸后多快乐，
工作时工作，休息时休息。从前有一头骡子，它从小就在磨坊拉石磨工作，日复一日，每天绕着石磨兜圈子。有一天，它老得再也拉不动石磨。你工作了一辈子，现在老了，也该退休，不必再工作了。从今天起，你每天就躺在这儿吃草、睡觉，呼吸新鲜空气。可是，这样的日子，骡子活不下去。它每天还是绕着树兜圈子，日复一日。诸君莫笑骡子傻，也许有一天，你也是笨骡之一。不问前生，只问今世。我是一串珍贵的象牙佛珠，正为成分是象牙所苦啊！天天如果接老鼠，被骂得体无完肤。黑五类，坏成分，残害动物的元凶。因为人们说大象被立法保护，不应猎取象牙当佛珠。唉，我宁愿自己是串平凡的菩提子佛珠。但天晓得，几年后人们又会说，树木是被立法保护的，不应猎取菩提子。不问佛珠成分的出处是象牙、菩提子、塑胶或玻璃都没有关系，只问佛珠有没有扮演好佛珠才是问题。蚕与蜘蛛。蚕终日食桑到老，吐丝结茧。蚕妇将茧放入沸水，抽为长丝。蜘蛛先辛苦吐丝结网，坐镇罗网中等待食物。我吐丝可做拂袖锦缎，流传千古，你吐丝却织成网罗，又不文蒙蜂蝶而食之，岂不残忍可耻？我凭着会吐丝的本事自食其力，怎会可耻？你因为会吐美丽的丝，却因为这个本事被人烫死，才叫人可怜同情。有本事本是件好事，但太过华而不实的本事，往往会残害自己的生命。过分要求。某人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花匠，小女儿嫁给陶瓷匠。有一天，她到寺庙里烧香祈福，求神保佑。哎呦神啊，求您施法让天持续下雨，使我大女儿的花朵开得更美丽啊。哎呀神啊，求您施法让天持续好天气，让阳光能晒干我小女儿的陶瓷器啊。世间没有完美的事物，到野外踏青，游客希望阳光亮丽，农夫则希望下雨。两只蛙。两只蛙同住在水塘，夏天池里的水被艳阳晒干。哎呦，没水住不下去哎。
鸟择林而栖，蛙择水而居哦。啊，前面有一口水井哎！嘿，我们跳进去吧，这里可供我们居住和吃食呢。哼。现在住进去当然很好，问题是将来怎能够出来啊？做事情需顾到结果，你的机会或许只是一口井水，跳进去容易，出来可难。蝉与狐。从前有一只狐，饿了三天肚子，它四处抓狂地找食物，没东西吃。哎，吃吃蝉也不错啊。哎，伟大的歌手啊，请下来接受我的礼赞吧。哈哈，你中计了。哎，竟只是一片叶子，被骗了。从狐狸大便中的蝉翼，我看到同伴错误的下场。相同的错误不能犯两次，有时连犯一次也不可以呀、啊。哎呦，聪明的家伙哎！智者能从自己的错误经验得到教训，上智者能从别人的错误中得到教训。银子与石头。从前有个守财奴，把财产全变换银子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他天天去探望这些财富，每天看得很快乐。有一天，一个小偷知道这个秘密，就把银子偷了。啊，银子不见了。哎呀，我全部的财产500两银子全给偷走了。你把这石头当作银子不就行了？因为你未充分利用银子的功能，这与石头又有何两样呢？守财奴之所以守财，是因为它不是钱财的真正价值。人不甘于扮演自己，是因为他对自己没认识清楚。恶魔的帮手。当世上发现了铁的时候，大树们就忧虑着未来的命运。啊，可怕、哦、几生祝何生福啊，是谁发明了这种恶魔的凶器呢？如果不是树提供了斧柄，光是这块铁怎能伤害得了你们呢？厄运形成的缘起，往往是因为自己。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本身。铁杵磨真玉。从前有个妈妈教训她的儿子说：“有恒为成功之本，凡事只要坚持认真去做，必能得到成果。”只要有恒心，铁杵也能磨成绣花针啊。20年后，哎呦呀，哎呀，瞧，
铁杵磨成针，哎呀，证明只要有毅力，没有任何事不能达成啊。但成果只是一根绣花针，失去的却是整个青春啊。啊，铁杵磨针固然没错，但用功计重，所期甚轻，得到的比失去的还多。握在手上的裁切石记。一只熊在溪边苦等了一天。嘿，嘿，啊！终于捕到一条小鱼。放我回溪中吧，过几年我就长成一条大鱼，那时你再吃我才肥美，也够你饱餐呐、啊。嘿嘿，你知道我为什么能长得这么高壮肥胖吗？为什么？哈哈，因为我不会为了一个大而无望的机会而抛掉手上拥有的小利益。好，完了。人多怀念着过去，期盼着将来，而没有再过现在。能掌握目前拥有的，真切地过着现在，才算是体会人生的人。自知之明好亮丽。从前有个人很崇拜英雄侠义。因效法武松打虎的勇气。三杯不过冈，出发找虎去。哈哈，发现虎鸡了。你千里而来，为的是想与我比一比吗？不，我只是找您的足迹，不敢真正找您啊。幻想的理想往往不切实际，未能达成目标，十之八九都只能怨自己不了解自己的能力。狐狸与葡萄园。有一只狐狸看到一个葡萄园结满了果实，嘿嘿，进去饱餐一顿。可是它太胖了，穿不进栅栏。于是它三天三夜不饮不食，使身体消瘦下去。哎，终于能够进来了。哎呦，好吃，好吃极了。嘿嘿嘿嘿，哎呀，吃得真过瘾，回去吧。又钻不出去了。只好重施故技，又三天三夜不饮不食。哎呀，结果是出来了没错，但肚子不是跟进去是一样吗？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赤裸裸的诞生，又决然而死去。人死后遗留下善行，才值得称颂。无人能带走自己一生经营的财富与盛名。野驴与家驴。从前有只住在山林的野驴，它每天为了三餐找食物找得很苦。一天，它看到了一只饲养的驴，吃得又好，住得也舒服。你有吃不完的粮食，吃得肥嘟嘟的，真是幸福哎。哼，吃饱了还不快去工作，站在这里发什么呆啊。用自由换来幸福，终究是得不偿失哦。以条件交换得来的利益，
是不值得羡慕的，失去的往往多过得到的，这笔生意做得糊涂。捞过界的屠夫。有只饿狼有一天遇到一只驴，今天可饱餐一顿驴肉料理嘞。我脚扎到一根刺儿，要吃我最好先把刺儿给拔出来，免得不小心伤了你的喉。是这里吗？对对对，没错。哎呦，嘿嘿，你中计喽。是我不对，父亲教我处理肉的技术，可是我偏去做医生的事儿啊。专精一味是好事，别逞强捞过界去做自己不熟悉的事。驴叫和蝉鸣。驴子的优点是腰力好，能负重又能吃苦耐劳。驴子的缺点是嗓子破，叫声如鬼哭神嚎。你每天吃什么？为何声音这么好呢？我只喝露水不吃草啊。哦，原来是我吃的太俗的食物，声音才不美妙啊。从此以后，驴只吃露水不吃草，结果饿死了。人各有所长所短，弃己之长，奢求自己所不能的，往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甚至于宝贵的生命。何谓真相？从前有七个瞎子，他们从没看过象，更不知道象长得像什么样。一天，他们终于有机会碰到了一只象，于是大家急忙地用手去端详。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真象。象，像一根柱子。象像一根绳子。雨象长得像一面墙。象像一把好大的扇子。象像一根水管。象像一根棒子。哎呀，象像一块大岩石。象像柱子。像像绳子。像像一块岩石。不对，像像一面墙。错了错了，像像扇子才对。像像水管。像好像是棒子。哈哈哈哈，像不像柱、绳、墙、扇、管、棒、岩。像就是像，你们都站在片面的角度观象，怎么能看到真相呢？人生没有对错。从前有一群菜鸭，每天在池边游水寻欢，日子过得惬意的不得了。其中有只灰鸭特别与众不同，因为它自视甚高。我才不要像他们一样醉生梦死，明白让宝贵的光阴溜掉。灰鸭位高人一等，他每天晨跑做体操，学电脑外，终日读书学语文，勤奋得不得了。有一天终于苦学有成。春去秋来，秋收季节终于来到。
哎，各位的时辰已到，我送你们到电宰场报到了。我勤奋了一辈子，怎么可以就这样死去呢？哎呀，宿命难逃啊！太鸭的下场就是如此，别怨天尤人呐！啊，救命啊！你的下场还不是跟我们一样，不及时行乐才是枉过一生啊。我不喜欢玩了，喜欢读书做学问过一生，难道也错了？选择怎样过一生是每个人的权利，悠闲过一生没有错，勤奋过一生也没错。明白。佛与粪。苏东坡与佛印禅师是很好的朋友。有一天，他问佛印禅师说：“大师，你看我坐在这里像什么？”“看来像一尊佛。”“但我看你，倒像一堆大便。”“哦，是吗？”“你尊我为佛，而我说你是大便。”不生气吗？我应该高兴才是，怎么会生气呢？因为自己是佛，看别人也会像佛；自己是大便，看别人也会像大便。哈哈哈哈哈！世界是依每个人的眼而呈现，什么样的人会看见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心会生出什么样的结论。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有一天，苏东坡写了一首佛偈，彰显自己通达佛理。他很得意地派人将这篇佛偈送到江北与佛印禅师看。老师，请你过目这篇偈子。我瞧瞧。敢自称自己八风吹不动，放屁！大胆的老和尚，敢在我偈子上踢个屁，看我找你算账！苏东坡，你不是自称八风都吹不动你吗？怎么一个屁字就把你吹过江来了呢？啊！禅是一种层次，一种境界，一种实践，而且落入语言文字的禅，跟真正的禅沾不上一点边。睡遍自己。小蛇问大蛇说：“你活了那么久了，应该知道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了吧？”“童年时快乐活泼，青年时发现自我，壮年时朝前奋斗，老年时安逸任由。”“就是童年时童年过，青年时青年过，老年时老年过了。”“不错，一个人如果一生只有一个自己，就太可怜了，不会脱皮的蛇即将死亡啊。”“不变就是死亡，生就是变化不已，人应随着成长随时睡变，重新化作一只新的蝴蝶来。拥有与融入。有一位艺术家到河港去画画，他发现一切都很美，美得无法下笔，于是便买下一栋房子，收拾起画具，永远不再画画了。
从此就在可港住下，把自己融入美的画面里。人不应只追求时空的一点，人应融入任何时空，于是便能真正拥有任何时、任何空。尽情做自己。如果有一棵树会长满各种果子，如果每个果子都是一个孩子，嘿，我是柑最甜，我这椰子风味才佳的，我是樱桃才美丽珍贵呢，我是苹果营养最好，我是荔枝肉最丰腴。树妈妈说，每个果子都各有各的特色，不羡慕别人，不看清自己，只要尽情做自己。是。人各有所长，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价值，何必在乎别人的尊重或轻视？喜欢与别人的价值生活比较，一定也死于自己的不满之中。鱼与鸟。如果你这世不是生为人，你愿意自己是只翱翔苍穹的鸟，还是条悠游水中的鱼啊？我希望年轻时是只自由翱翔的鸟，年老时是条安逸任由的鱼。很好，老师，那你呢？哦，是鱼是鸟没有关系，是鸟时是鸟，是鱼时是鱼。人都是做得到的不想做，想做的却做不到。珍惜你拥有的，别想忘你所没有的。是鱼时尽情悠游，别妄想要飞；是鸟时尽情翱翔，别妄想着潜水。大与小。一团泥对陶工说，请将我塑成一个小小的陶瓮就好。人人都求大，何独你求小？因为小好过大。怎么说？因为小气易盈，大气老是不满，一年年我就满足了。哎，我老是不能满盈啊。世人皆说大的好，唯独我宁愿为小。我富有，乃因我的欲望比我的能力小，我贫穷，正因我的欲望大过我所拥有。前生今世。泥土终于如愿地被烧成一个小小的陶瓮。小陶瓮说，从前我是一团泥，可塑成瓶、成壶、成卧、成砖，充满各种可能性。如今我是小陶卧，但还是充满各种可能性，可以装酒、装水、装药、装金银财宝。不要背负着过去，不要期盼着将来，只要真真切切地过着现在。现在是什么，就以什么面目过着现在。当我是铁锤的时候，奋力敲击；
当我是铁针的时候，稳如磐山。有与无。大酒瓶对小桃瓮说：嘿嘿，我是大器皿。我是小器皿。我充满好酒一大瓶，我里面空无一物。满盈使人充实，空则是虚无。自满就再也装不下任何东西，空虚乃是有容，有容乃大。所以我虽是小气，但实质上大过你。空虚才能有容，自满就再也装不下任何东西。满盈看似充实，但其实正因为满盈而再也不能添加入任何可能性。山不长脚，人长。先知有一天向大众宣布，他要表现一个奇迹。明天中午，我要那座山走到我的身边。第二天，众人由四处赶来目睹这一奇迹的出现。喂，山呐，到这边来。哎，山动了没有啊？没有啊，怎么回事啊？喂，山呐，到这边来。喂，山呐，到这边来。还是没动静啊，山一点都没动啊。对啊，都没动啊。哎，各位，你们也看到了，我向那座山呢叫喊了三遍，可是山还是没动。山不动，我动，同样呢能使山到我的身边来。世事并非皆能如人所愿，转不动外面局势，就转动自己，同样能达目的。山不动，人动；水不弯，船弯。两种观点。有一个宋国人，戴着帽子和衣服到南方的越国去贩卖，他以为可以大赚一笔。嘿，买衣服，漂亮又新潮的衣帽哎！但是越人的风俗是留短头发，纹身赤裸着胸膛，全部穿戴衣帽。于是他写信给他的老婆说：哎呦，很惨哎，这儿的人呢全都赤身不穿戴衣帽，我马上回去了。又有一郑国人也同样戴着衣帽来到越国做生意。嘿，来买衣帽哎，漂亮又新潮的衣帽啊。他也发现了越人的习俗是赤身不穿戴衣帽的。咱们这里的人呐、从来都不穿戴衣帽的哦。哎，这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哈哈，太棒了，找到一个衣帽形象的处女地。于是他也写信给他的老婆，这里没有人穿衣戴帽是个最佳的市场，速寄大批衣帽到越国来。人生的意义。有一天，禅师和他的弟子到一处风景区。风景好美，好漂亮啊。是啊。师父，我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些问题啊？
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如何看待统独问题？人死后又将到哪里去呢？人生的真谛是融入任何时空，体会实践每一个此时此地。你远来寻求无光山色，但对眼前的一切为何如此盲目呢？而尽想着别的问题啊。生命就像拥有一张80年的旅游券，在这80年当中，每个人可自行安排自己的旅程去处。但是呢，可别拿着旅券只站在原地，而一味地想着80年以后票券失效之后的问题啊。哦，是是是。别为整个宇宙烦恼，别自寻烦恼地去追问创造世界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生命与爱就是生命与爱，一束紫罗兰就是一束紫罗兰，不必去寻求答案。万物的本质。这是镇板桥的真迹啊。哦，写得太好，太棒了。站在这里，好像看着他正在写这幅字一样。别被感情骗了，这张字呢，是后人的仿冒品。啊？既是仿冒品，就一文不值了。别又被自己的主观意识骗了，再真正的把这幅字仔细看一遍。是。不管是真迹或仿冒品，不管是不是镇板桥写的或是别人写的，这幅字写得真好。的确如此。轮回。枯木将死，但它死得很安宁。这是树的死，这也是碳的生，只是法相不同。我印量人们的身，当我是树的时候，我温暖人们的心，当我是碳的时候。烧成灰烬之后又如何？我将还原，再化为尘土滋养树。是树，是碳，是尘是土，各有际遇，不问生死，只问是否活在当时。失即是得。师问弟子说，桌上有3个苹果，你拿一个去吃。谢谢老师。真好吃。3个苹果被你吃了一个，现在有几个？3个。怎么还会有3个苹果呢？一个在肚子里，2个在桌上啊。
人太看重得失，往往把得失错看得离了谱，吃下肚子的苹果不正是真正的得，哪叫做失呢？